嘛，第一个来旅游一个所在，正需要观光客，就是高雄的基丁。因为进前的这啊群聚事件，或者是观光客唔敢去基丁佚佗，行李减真济。有哪好在地店家唔忙，就高雄市政府会当发行啊限定伫基丁消费的基丁券，进行当地观光。老日的高雄基丁街啊，真侪店家拢无开门，有诶店家直接打广告，讲要歇长假，因为着算开门嘛无人。若较好天俗过啊，无嘛做两三千块啊，哦，正万块嘛有。阿进啊，要做两百块，食饭都成问题啊。摊贩本来有两百多家在路上，那平常甚至是礼拜六，只剩六家七家在做。当地店家发展协会统计，基丁两百外间店愿意开门营业的剩无一半，因为旧历过年进前新冠肺炎春季感染，基丁真侪较真正的开业嘛扩大社区筛检，连带使得观光客唔愿意上门，店家损失真严重，甲过去比起来也只剩一成。希望市府会当煞振兴的方案，亲像是限定伫基丁才会当用的市政券，来带动着地方的经济。发行像商圈、夜市圈、基丁限定版的吼基丁券。这样对我们基丁的一些商家可能会直接比较有帮助。这样看起来疫情都压制下来了，然后就是大家都遵守那个规则，应该是都还好了。民众讲，若有基丁券，确实会增加因来的意愿。不过，某店家认为，主要是让观光客相信基丁是安全的，较有灵调。各局处合作研拟相关的一个振兴方案，那这个部分我们还会跟基丁的商圈来做一个讨论。市府表示，不管是基金券还是其他的方式，拢会考虑。等完整的配套方案啊，规划好，就会对外来宣布。记者王刘婷、陈庆坤报道。